有时沉醉，也许不对，动情之后才知道你是谁，爱在旅途越来越累，付出之后才知道有去难归。有时昏睡，也许不对，多少诱惑不能说无所谓，梦中寻求终于流泪，醒来之后才发现还有真的一回。生命有尊严，人心太高贵，承受着命运的雨打风吹，是否还需要一份安慰，去超越人间的是是非非。有时沉醉，也许不对，动情之后才知道你是谁，爱在旅途越来越累，付出之后才知道有去难归。我已经通过关系把孩子送到幼儿园了。这是入托手续和地址。你这是？我爸明天出院，我希望你能去接孩子。他知道吗？
我最近很忙，他没有去医院，也没有回家。我希望你能跟他商量一下，这毕竟是你们两个人的孩子。爸，再吃一点吧，就吃一勺。躺着吧。锦芝，嗯，这些日子让你受累了。瞧您说的，这不是应该的吗？嗯，你不记恨我？爸，你怎么想起说这个？我现在啊也想开了。操那份心也是多余的。当初要是那口气上不来，不也就什么都不知道了？爸，你歇着吧。哎，锦芝，答应我一件事儿。您说吧。那个叫大力的，干明儿个，请他到咱们家里来一趟。怎么？瞧您，刚说了不操心，这又……姐，你怎么来这么早啊？我来拿明天爸出院的药。哦，那你陪陪爸爸，我去刷碗。哎，哎，你等一等，正好，你姐姐也在这儿。咱们一家人算是到齐了。我的病已经好了，你的孝心也算是尽了。干明儿个，你抓紧时间把自己的事儿办了。啊，小妹，别再拖了，都快四个月了。放心，我明天一定去。啊，真的，大力知道吗？这跟他没关系。哎，怎么，您不是？咱不说这个了，我还有件重要的事向你们宣布呢。爸，姐，我要出录音带了。你让许伯贤给你，是他主动找的我。再说他在这方面很有办法，连陈英都听他的。小妹，你真糊涂，你怎么会让……别说了，我知道他跟咱们家有仇。知道你还这样。好了，都别吵了。金枝，你觉得他真的要帮助你吗？其实也谈不上帮忙，他这种人我早就看透了，他是因为别人都说好，所以才主动找上门来的。你要真唱得好，还会有别人来找你的。姐，你怎么也这么记仇啊？我又不嫁给他。锦芝，你怎么这么跟你姐姐讲话？不过我倒觉得金枝说的也有点道理。俗话说，冤家宜解不宜结。再者说了，这点恩恩怨怨的已经扯了40年了，难道还要扯到你们这一辈子？
还在想，等过些日子，咱们主动的请请人家。当然，来不来那是人家的事儿。只要咱们的礼数到了，我的心里也就踏实了。秀，你说呢？姐。你好，爸，大力来看您来了。哎，进来，来来来，我来看看您。哎呦，谢谢，一点小意思，不成敬意啊。真吃呢。啊，来坐。哎，坐坐。哎，您老人啊，好啊。怎么，你们俩吵架了？大老远的来看你，你就这样对待人家？姐，你别管我的事儿。不行，你应该说清楚。他看不起我。怎么会呢？到底怎么回事？你挺好吧？还可以。老爷子。不打扰您了。明儿您出院，我来接你。哎，这么刚来就走啊？这，哎呀，这姐俩是怎么搞的？有再大的事儿也不能把客人给扔下。你就为这个，债还不够啊？小妹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你整天和王喜在一起，他心里能好受吗？可我已经和王喜分手了。可他并不知道啊。瞧王喜摆阔那德行，他又不是没看见，凭什么以为我？你还讲不讲理？你自己跟人不说清楚，反而倒埋怨人家。我就是。你干嘛这么急着走啊？我还有事儿。好大的架子，好威风啊！现在有两个男人追你，你到底是都看不顺眼了，是不是忘了当初的滋味了？忘了当初在你倒霉的时候，是谁出来帮助你、安慰你、照顾你？现在你成了歌星了，爸爸也原谅了你，你倒是神气了，挑人毛病了。大力是有毛病。我看他最大的毛病就是太宠你、太爱你了，让你反而觉得人家无足轻重，还不赶快把他追回来去。好吧，我看你从来没有把我这个姐姐放在眼里，那就随你的便吧。你会后悔的。
刚才的嗓门可真大，我还第一次听你发那么大的火。那是真把我气坏了。还有你这么个姐姐是她的福分。家里怎么样？啊，挺好的。杨梅，你还是尽量劝劝她，让她回来吧。爸，您住了这么长时间的医院，她也没来看看您。他肯定是不知道。行，权益为什么没有来过？难道他真的那么恨我？你们就这么完了？都是我的错。是我害的你，爸，您别说了，怎么能怪您呢？您并没有强迫我们什么。再说，我们俩又不是什么小孩子了。爸，我想跟你说点事儿。说。我想到医院去工作。您的身体现在虽然好了，可以后你还是别再给人看病了，你同意吗？都到了这份上了，我还能说什么？爸，谢谢你。我已经不中用了，以后咱们金家就靠你了。爸，有件事儿我没有跟你商量就做了，你千万别生气。什么事儿？这事儿你怎么又不跟我？我想我应该有这个权利，这还要感谢你那天打了我。真的，你那天的那巴掌真的把我打醒了，是我看到了我过去是那么软弱和糊涂。爸，你想想，这些年我牺牲了青春、事业和爱情，一心一意帮你维持这个家，就是为了能让再造金丹永远留到咱们金家。可结果呢？还不是权益说的对，他恨着金丹，我也恨。来了，对不起，这段时间我太忙。来了就好，爸刚刚说到你呢，你能来看他，对他也是个安慰。行，我想我们两个应该先谈一谈。我也想。
爸明天就出院，等出院以后，咱们俩就……秀，别这么着急。为什么？能不能再等等？为什么？我不想这么快就离开你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秀儿，这两天我什么也没干，什么也干不下去。我在想我们俩，想你父亲，还想这两个月发生的这一切。我不能责怪你的父亲，因为我犯了和他相同的错误。我可没有理由责怪你，因为在这场悲剧中，你比我更不幸。我还有事业，还有儿子，想来想去只能怪我自己。兄弟，你能给我一次改正的机会吗？我知道我现在已经没有资格说这些了。这两天我都没有勇气来见你。可是你还是来了。是啊，人生的可悲之处就在于当你失去他的时候，才知道他的真正价值。我有什么价值？你干的那件事儿，我在所里听说了。啊，对不起，事先没有跟你商量。你做的对，我就是听到了这件事儿，才终于鼓起勇气来见。因为现在的金家已经不是过去的金家。更重要的是，你比我想象的要坚强得多。那他呢？我们已经结束了，永远结束。那孩子呢？由他选择吧。怎么？你们俩还没？是，我也一直没找他。为什么？我想等咱们俩。可孩子是你们俩的。秀，你让我把话说完。好，你说吧。怎么，你真的想买？钱我带了。你要他干什么呀？这是我的事儿。口气不小。对不起，我不卖。为什么？你说的那数不够。我就这点。怎么你忘了你上次丢的那批货？你小子不过了，把东西给我。看在多年兄弟的情分上，我让你拿去吧。放心，你可以拿到金家去化验鉴定，如假包退。慢，既然买卖做成了，有句话我就告诉你，省得人家说我吴胖子不够意思。小子，你倾家荡产买下的这玩意儿，说话就要不值钱吗？徐伯贤已经拿到了配方，很快就要成批量的生产了，
再过几个月，您到药房，贵到家了，花几块钱就买一碗，您敞开的买吧。我不管他值几块钱也好，值几十万也好，对于我来说都一样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还债。说了，你必须去。你不去，我也不去。你这是干什么？你应该明白。孩子是你们俩的，我去干什么？至少我们现在还是夫妻。你不觉得我们三个人应该好好的谈一谈？这是怎么回事？亏你还说得出口。反正地址我都给他了。去不去是你的事儿，与我无关。爸，真对不起，我来的太晚了。哼，不晚不晚。你要是不来啊，我这心里老踏实不下来。我打电话问过这儿的大夫了，他们说您恢复得很好。好不好的，我也不在乎了。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仔细想想，也真是没有意思。什么再造金丹，一代名医，有什么用啊？人活到这个份上，就希望有一个活蹦乱跳的孩子，添点生气。也像个家一样嘛。你怎么了？哎呀，我说，你看看你这点出息，又交老婆了，哎呀，你看看你这份德行，啊，
为他妈一个臭娘们，你就愁成这个模样了，你他妈还能干什么大事？还干个屁！你知道什么呀？人家把配方都贡献出去了。什么配方？就是您朝思暮想的再造金丹的配方。人家无偿的献给国家了。这他妈不可能！金丹是咱们的，我他妈告他去！谁说是您的呀？啊？哪儿写着是您的呀？谁不知道啊？那金丹，那全世界都知道，那金丹是人进一趟的。您告谁去？下饭！老王八蛋！您骂错人了，那是他女儿金秀干的。人家既是金家的大小姐，又是你们徐家的外甥媳妇儿，啊！哼，干得漂亮！干得真他妈漂亮！我他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啊，还没投产，这下可好，谁都能做了。赔了，赔他妈大发了我！我是他妈赔了夫人，又折兵啊！你他妈哪儿的？出去溜溜，这他妈屋里啊有一股子臭气儿。我好比小水路，这个交给金枝。这什么？你这什么意思？我想他会明白的。那你干嘛不自己给？我就别在这添乱了。再说我明天也要走。去哪？这你就别管了，反正不是北京。拜托了。等等，欺负他，否则我会找你拼命。
知道他为这个花了多少钱。是你卖给他的？那当然了，这小子也不知道中了什么邪了，兜里的钱全掏干净，还外带一辆车。这人要是犯起傻来呀，你是想拦也拦不住。你他妈才傻呢！Thank you.
就摘了吧。哎，爸，你看谁来了？别想那些事了，就当是一场梦。也许是期待，也许是忍耐，也许什么都不是，你也不存在。有人说精彩，有人说无奈，有人什么都不说，看得最明白。也许是疯狂，也许是都是爱哭得太深。